请你上来啊、哦！不用客气啦，不用客气，哎，来，咱拄只嘛有邀请咱上访的来上访来吼，啊，但是咱上访来啦，足客气的吼，非常的含蓄吼，诶，我无几句话吼，简单一句话，啊，那么呢，咱大家拢知影，这里口才这里好，这高讲话，我相信呢，咱上访的歌声，而且我嘛是一级棒的吼，我想说我们的。董事长夫人有没有在现场？安尼哦，来来，你太太在倒位？来，董娘你在哪里？伊即摆要叫我来做呾。好啦，我来讲，邀请我们董事长夫人哦，先看你哦，在我们舞台上哈、哦，跟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哈、哦，来见面哦，看麦下来，会使讲来人人才路嘛吼。男的帅，女的美啦，所以我们董事长夫人呢、啊，也是呢，非常的省心哈、哦。对着咱的啊，帝君呢，也是个呢尽心尽力哈，阿阿婆呢默默地的付出哈、哦。所以呢，我相信呢，咱的帝君呢，所有的神明，把不比呢咱的董事长哈、哦，先康利哈、哦，事业会当更加成功，会当更加顺利，会当更加赚钱哈。啊，阿阿婆非常的恩爱哈，会当呢。可以说了，可以非常的健康啊、夫妻感情越来越棒越好哈、哦。所以呢，我相信我们现场好朋友哈、哦，一定要想要请你唱歌，想要听你唱歌。我想呢，夫妻要对唱还是各自唱？合唱的 ，OK 吗？第一首歌就来安排合唱的可以吗？没关系哈、哦。那你现在我们啊，由我们董事长以及董事长夫人他们做决定，看什么人要先唱，我都无计较啦，对啦，我们都不会计较，谁先唱都一样，因为夫妻阿公婆是一体嘛哈，夫妻是一体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计较啊、哦。来，那我们董事长要让我们董事长夫人先唱了哈、哦，来拍红阿公嘞，谢谢啊，真的、哦，那就拍谁了？不好意思啦，你都还没唱歌，我就有红包收。好意思呢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咱上当市长吼，陈康利甲阮赞助红包一大包，谢谢，摕到咱的上当阿公婆会发财钱，祝下咱的阿公婆荣华富贵万万年，内底底几啊千，予咱的上当市长阿公婆以后呢，会老厝咱公家几啊斤，趁钱太几啊千万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董事长夫人要唱一首好听的歌曲。我相信这首歌呢，在我们大陆非常的红哈、哦，对岸非常的红哈、哦。来，继续跟我们一曲《红尘》，我们好像很少听到这首歌哎，真的吗？啊，你又看丢了一个，是吗？有。好，来给咱听话麦。啊，我们董事长个人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呢，我曾经参与，来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谢谢《红尘》送给在座的每一位。